丛之神下。嘿，男神，你们好啊！汪东祥，那小男孩拿的是你的手电筒吗？哎呀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嗯，奇怪，他在跟谁说话呀？给我把枪看好哦！过去看看。你，你们这是在干啥呀？我们被困住了。谢谢你们的帮助。小事一桩。对了，那个小男孩为啥抓你们呀？他就是为了好玩。难怪昆虫们有这么大的情绪。快走吧，这里很危险。我们不走，我们还要去里面找东西呢。太危险了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放心吧，俺们不会有事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希望他们没事。你没发现他们长得很奇怪吗？是啊。快去找手电筒。哎呀，快看，书包在那儿。手电筒呢？这俺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谁来帮帮我们？帮我出去，快帮我出去。这么多昆虫都被困住了，太过分了。我来救你们。快出来！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别客气，快出来。他是人。别过来，快走开。我，我们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我，马上就睡了。表演时刻来了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欢迎来到昆虫大舞台。你们的欢呼声还不够热烈呀。没有变小，这不是我的那个手电筒。乐手们，奏乐呀，快点儿。唱得大声点，再大声点。接下来就是压轴大戏，蚂蚁花样游泳。他们好可怜呀，兄弟，俺们得帮帮他们。救命啊！俺们没事。好痛啊，赶紧行动。我的鞋带。相信我，快离开这儿。谢谢。走，去下一个。灯怎么开了？奇怪，快躲起来。我的乐队去哪儿了？熊大，熊二。哎呀，饱了呀。那是什么？
放手！原来是弹簧啊！叮叮当当的，还不睡觉在干嘛呢？没干嘛，马上就睡了。睡得比熊二还快，快去救小蚂蚁。快上来。行的，我行的。啊！玻璃太滑，他爬不上去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来帮忙了。是他们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，人类。我的乐队。不好，他醒了。吾乃是至高无上的昆虫之神。昆虫之神？本神收到昆虫们的投诉，说你总是欺负他们。嘿嘿，没有啊，我只是叫他们陪我玩。哎呀，我就是小时候总玩昆虫被昆虫之神变小的人类，整天给他们干活，累得连头发都掉没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抓昆虫了，我不要变光头，我不要变小。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孩子，记住你的承诺。别太难过了，蟋蟀兄弟们都很机灵的。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消息。刚才好危险啊！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妈妈，爸爸，哥哥，真不敢相信你们还能回来。真是太好了。是他们。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对，出去，都给我出去。不走是吧？你都是误会，是他们救了大家。他们救了你们？他们是好人啊，真得好好谢谢他们。你不认识，不用谢。这次还是多亏了光头强啊！以前给大家带来了不少麻烦，实在对不起，希望你们能原谅我。蟋蟀爷爷说，人类也分好人和坏人，刚开始我不信，现在我信了。欢迎你来不夜城。接下来咋办？咱们上哪儿去找手电筒？大舌头家线索又断了。找姐姐他们帮忙咋样呀？他们能知道什么？跟大舌头一样不靠谱。那咋办嘛？对了，可以找你爸。别，他看到我变小了，又该担心了。那咋办嘛？感谢你们所做的，我就知道你们是好人。你们怎么了？都愁眉苦脸的，是因为缩小手电筒？午夜城里的昆虫遍布整个狗熊岭，你们在这儿也许能打听到手电筒的信息啊。不用担心住的地方，我在午夜城边上有个小房子借给你们。
真的，太棒了！